烂女儿。我看了网课，看一半没网了。没网了？这老二，改密码也不通知我，我上去找他去。快点！谁呀、啊？哎，磊叔啊，老二呀、啊，你家改密码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说。我家宽带，我改密码，为什么告诉你？你不能自己办一个呀？哦，你家有宽带，我为什么要装宽带？啊！我家女儿马上就高三考大学了，耽误了她上清华、上北大，你不得去责骂？说，说呀，没话了。这是咋了你？你家小孩考试关人家啥事儿呢？就是。我家孩子上学那就是大事，其他人必须让着。快把密码告诉我，说。哎哎哎，磊哥，你搬到这个小区多长时间了？我来这儿两年多了。那你搬来两年多也没跟他说呀？我搬家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呀？那人家改个密码为啥告你呢？不一样的道理。就是，那道什么理呀？道，快把密码告诉我。没有。我家没宽带，停网了。切，小气！我不蹭你家吧。切，小气！我蹭对门吧。切。啊！我先走了啊。慢走啊，静静。不像话！开饭了，快点的。开饭了，快打饭，打饭，打饭。快，别挤啊！都有，都有。哎，这隔壁的邋里邋遢的，我这边干干净净，怎么不到我这边打饭呀？难道说他用筷子打饭？啊！想不通，我明天早上起来呀，早点的过来看个究竟。老板啊！哎，哦，啊，这是在干什么？炒面，炒面。来饭。啊，来了呀。今天怎么还去他那头打饭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十二点了，下班了，咱们去外面的小饭馆吃点烧肉去吧。在外面太贵了，就在食堂吃，好免费。那行吧，那走吧。开饭了啊！排队排队都有啊！打满。好嘞。哎呀，师傅，再给打点呗，这不够吃啊！没办法，这工地规定啊，一个人一斤，打多了扣我钱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。不过呢，这个规定只针对咱们工友。工友的家属过来那是管饱吃，随便吃，家属免费。啊，对，你俩打吧。太棒了！大爷慢点。哎呀，来一步一步。哎，哎呀，老爷子，这是来工地。俺儿子。啊，儿子呀。哎呀，这是还没吃饭呢吧？没呢，过来吃口饭。哎呀，咱们工地啊，家属管饱，来来来来，啊，慢点慢点。老爷子，够不够吃呀？不够啊！哦，老汉身体特别壮实，我看你这个盆儿不错。盆儿不错。那咱们把盆拿走啊，要的。
这里来、哎、臭小子开饭了。哎呀，来一字排开。哎呀，这么点儿，满满的一勺。不是，能对多大点儿吗？没办法，这工地规定就这么大。老是说工地规定，工地规定，我就没听工头提过。没听过呀？直接和我说。没和你们说，我传达一下，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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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理解什么玩意儿？受一天苦就吃这点，理解啥理解？一天理解万岁！天天就这么点，我每天晚上肚子疼，都是饿的。你想个办法呀？哎，我有了！这次好，快实行，走。哥，你在准备今天中午的饭呢？对。行，先别准备了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保准你喜欢。上班时间不能喝酒。哎呀，雷哥，你看，杏花村酒。哦，那也没办法，不能喝，拿走拿走。这，我陪你喝，美女配美酒，怎么样？不错。来。哎呀，香啊！再喝，这个酒不错。这酒不错。啊！模特也给丢了，你说你能干成啥？哎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消消气，喝口水啊。这两口子成天吵架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都快神经衰弱了。对面的，你们成天吵架，至于吗？啊，不就是丢个东西吗？顶多。我以后不上你们家偷东西了，可不可以？别吵了，我们两口子吵架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天天事儿事儿，管好你自己，啥都管。媳妇儿，你打我干啥？小偷找到了，你瞧瞧好歹。哪儿呢？那儿。哦，那还等啥？报警报他去。你说你老邻里邻居的，你报什么警啊？你那些东西啊，我就是给你保管保管一下。你看你家里门门都开着，我现在就把你的东西给你搭上啊。天气真热呀。是啊。哎，西瓜，咱们称个西瓜去。走走，卖西瓜了。哎，师傅，西瓜多少钱？西瓜呀，3块钱一斤。3块钱一斤呀，来称一个，来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好嘞，我给你找一个好吃的啊。哎呀，看一下，95.9，算你95好了，来。多少？
就是我呀。要不下次再吃吧。哎呀，突然，哎呀，好冷啊，这个天。小石啊。叔，给我看看这个，我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我要那个。啊，这个好。这个好了。那个不错。这个好。这个颜色绿彤彤的。哪个呀？到底？这个好。那个。到底哪个呢？这个好，你说是不是这个好呢？你给看看。这个就不错。就这个了。哎，不用了。哎，我又想了想，还是听他的吧。那个，再给看看那个。哎，你听我拿那个。哎，叔。找好了，就这个吧。等一下，确定？啊，就这个，好嘞。啊？6块6？不应该啊，什么情况？老师傅，6毛就免了吧，6块钱，我二哥给你转过去。啊，六块？好吧，6毛免了。来，6块过去了啊，还给你省个袋呢，快回家吧，师傅。一个大西瓜，2斤。